2院15万次钢刷耐磨性能测试，无论是烹煮何种料理，绝对超硬耐用15万次的煎煮炒炸，陪您一起健康爱家人，轻松做好菜。不需要技巧就能轻松做好菜的时代来喽！只要选对韩国 KitchenWell 超硬无毒健康不粘锅，餐餐轻松出好菜不是梦，可煎煮炒炸焖炖一锅搞定，保证满足您的各项日常料理，轻松烹煮吃的健康。韩国 KitchenWell 超硬无毒健康锅，除了锅体本身的革新，周边配件更是用心。它搭配了厚度达4公厘的强化耐热玻璃盖，盖上还设计了防溢排气孔。更贴心的是，可立放式的设计极为顺手，防止腐蚀及生锈处理的不锈钢外圈，以及即使大火长时间烹煮使用，也安全无虞的电木材质防烫手握把。韩国 KitchenWell 超硬无毒健康不粘锅，以环绕远红外线放射技术渗透食材深层，使料理更加美味。想吃个意大利海鲜面吗？没问题，绝对到地。这才是名副其实的虾仁炒饭，茄汁鲜虾三宝，哇，口水直流。红烧牛腩要焖得软烂不容易，但是韩国 KitchenWell 超硬无毒健康不粘锅，绝对让你入口满满的幸福。您看，熟透又入味，即使硬壳的蛤蜊依然可以拌炒，不怕刮伤，好鲜黏爽口。烹调过程不需一直加水，能保有食物原有的鲜甜与营养。除了耐磨不粘以外，韩国 KitchenWell 超硬无毒健康不粘锅还拥有优越的热传导能力，以环绕远红外线放射技术渗透食材深层，使食物均匀受热，预防烧焦，火候更好控制，让料理轻松更加美味。优良涂层的基准要改变了，在美国、北欧普遍使用的花岗岩不粘黏涂层，借由 KitchenWell 的技术更上一层楼，创造7层不粘花岗岩涂层技术，使它有超硬的锅体，耐磨15万次煎煮炒炸及刷洗，兼具美观的外形，铺上花岗岩纹理，呈现贴近自然感的风采。家中厨房有了韩国 KitchenWell 超硬无毒健康不粘锅，优雅、简单、轻松，增添烹饪乐趣，又能享受美食，真是厨房至宝。它来自韩国，行销全世界，韩国热卖数百万组，韩国电视购物热销 No.1， 现在特别为台湾人设计，在台限量上市，台湾限定版蜜桃红，买一支不嫌少，买2支刚刚好。重量只有970克，使用起来更轻盈，单手就能轻松使用，下厨不再是苦差事。送给每天下厨的太太能优雅上菜，送给年长的长辈可轻松洗锅不费力，送给新手厨娘免技巧也能出好菜，自己买来使用，全家人吃得安心，用得开心。有了韩国 KitchenWell 超硬无毒健康不粘锅，妈妈、小姐、太太及家中长辈们做菜也能轻松、优雅、开心。这些在在的说明了韩国 KitchenWell 超硬无毒健康不粘锅是一支顶级的不粘锅。你刚拿到的时候觉得我怎么有粉红色的，很惊喜，觉得很漂亮，然后有点舍不得用，因为我先跟我说这个超厉害的，他有看过影片，我就去买了一个鸡蛋豆腐来试，然后鸡蛋豆腐切一切我就下锅了，我也不管它锅子有没有热，然后呢锅子摇一摇，哎，它就摊平了，它就自己摊平了，然后呢它就煎得这样子金黄色，完全不沾。我儿子说，哇，这次的豆腐真是太漂亮了，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漂亮过，然后吃的也很开心。哦，这卡听我十个家说，网络现在在流行说一家韩国的鼎啦，说非常的好用啦，啊，怎么去网络给我买这卡回来啦，我就给他试看看，他告诉我冷油冷锅就可以料理，不要紧，我就给他用鱼仔来的冷油冷锅，哎，这样吃的呢，冷到吃的时候呢，又给他冰冰安尼你看，咱的鱼啊，这个恰恰恰有够好吃的啦，啊嘛无油烟哦。煮完了水冲冲的，爆灰灰的，都洗个清气清气啊，啊，好咱就做料理非常的轻松。这款呢是韩国 KitchenWell 公司特别为我们台湾人烹调习惯所设计的哦。你看蜜桃红的颜色真的很漂亮哦。哎，跟你讲哦，重点上是限量来台的哦。889电视购物 FB 粉丝团试卖热销，好评不断。超好用的，我还要再帮我妈妈买一支。冷油冷锅也不粘哦，睡啦！连不会煮菜的我都能把鸡蛋豆腐煎得很漂亮，好有成就感哦。锅子真的粘哦，好用不粘锅。